让咱家己安尼啉茶啊。哦，你讲茶内底加梅啊？对啊。我若是感觉哦，这茶伤高，我就加一粒梅啊，安尼啉起来较顺。哎，三哥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安尼啉哦，茶真正加一味呢，哎。贵用迄个小弟，有哪甲阮介意，安尼啉茶。啊，你像我问伊的时阵，伊甲我用的理由嘛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我就拄则我真正感觉讲，伊敢若坐伫我对面。啊，歹势啦，三哥。看起来我害你想去相信他啊。不是不是，什么咧无事啦？迄尼克，那是甲你的小弟三太，生做足共面的。啊，恁三太伊有特别这种习惯，伊嘛有呢。啊，哎呀，这总共一句啦，是恁两个人就有缘的啦。对了对，所以我拄才才安尼吼，我错一个这，唔是，无话通讲的。看起来我认为我较早的一块习惯来得到你的认同，这步有效。尼克，歹势，反正我讲这话有确实的，啊，不过我拄则真正感觉，你真有可能是阮阿太啊，派来要安慰我的。王三好，你莫掠顺讲你安尼讲，我就会让你感动。有可能哦。其实讲起来哦，嘛是见笑啊。我想啊，反正是我高勇的小弟啊，伊对我的怨恨还袂放下。为伊过身了，我到即马也冇忘记。原本我是准备好啊，我准备讲伫个梦中哦，好好甲解释我当初的想法。只是到即马，我还无这个机会，台湾生活这个心愿。哦，都进前吼，阮三号为着同好还佫人命的代志，去祖塔求祖先会当保庇啦。啊，伊嘛有请祖先看过三太啦。啊，结果阮去祖塔的时阵，有发生一件吼，足奇怪的代志呢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！三号发现祖塔迄个表有足侪笔顺的，啊，想讲这一定要重新整理啊，啊，所以阮就跋杯请示公妈啦。啊，结果一直跋无杯呢。啊，祖塔的表拢白啊，这真严重呢。有阵讲跋无杯，嘛应该来赶紧请人来修理啊。无喏，这种祖塔的代志，哪会讲叮当就叮当啊啦？啊，所以我坚持爱请师傅来看卖啦。安尼我才会当安心啦。啊，不过师傅讲哦，讲是阮祖先有遗憾，讲子孙减一个啦。唉，我就感觉真奇怪啊。啊，同好的嘛倒来啊，啊，恁妹嘛伫个，啊是搁减啥？所以三哥，你认为恁祖先的意思是？我是认为讲，可能是咧讲，我迄个飞流往昔的小弟啦，因为到即马还袂入祖塔。你到即马无甲恁死去的小弟排位入祖塔？是毋是过去伊做了伤侪无光彩的代志，所以你无愿意让伊入祖塔？是啦。
伊当初伊发生意外了啊，我会甲伊个牌位哦，请来要入做他。我是讲，我会用个伫阮阿爸母个身躯边啊。啊，毋过我安那跋步拢跋无步啊，我千想万想我都想无啊。尾后我就甲当作应该是祖先无同意啊，所以啊，我就甲阮阿财请伊另外一间庙住。啊，一住了住到什么？王三口，跋无步是你的借口吧？我看啊，你是无愿意让我入去王家的祖塔。我昏迷了十几年，连阿爸阿母过身，我拢无得送因最后一程。你即马连白米嘛要吃，无要让我接近你哦！你真正有够恶毒的。李哥，你醒了？没有。啊，无啦。我只是欣羡，恁拢有公妈通好拜啦。啊，我的爸母哦，出早过身啦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就真正当作球安尼踢来踢去，有一顿无一顿的，啊，定定也无所在困。有的时阵，我就偷偷走去阮爸妈的房地困。结果有一摆做大水，把阮爸妈的梦拢淹掉啊，我就找我因啊。是不是你细汉的时分就已经经历过遐尼济代志啊？三哥，这无啥啦，过去遐经历哦，颠倒即马变作是我人生的动力，我会当追求更加好的人生，恁免烦恼啊啦。颠倒是啊，啊恁即马变啊解决恁迄个祖台的问题啊。啊，就三哥讲，可能是祖先无爱和三台入塔，啊，不过师父佫讲。祖先有遗憾，讲子孙减一个，啊，阮嘛想无，啊，阮的祖先也安尼翻起翻倒。我是感觉直接修理就好啊，莫遮尔啊迷信啊。不用的啦，既然祖先哦有这个意思，咱就要重视啊。嘿，这关系到勇士的运作，还有王家的家运，还有大家平安顺心呢。你看。这次哦，唔就是咱有去求祖先保庇，啊人美才平安，互人放出来。这你啊，我都肯托。非得哦，咱就是有祖先保庇的，才会当顺时到今嘛啦。我是感觉哦，咱也是爱搁去一次，去宝贝亲示一下。是啊，三哥，我嘛赞成明姐啊讲的，既然祖先有表态啊，咱做子孙的就袂用无插。那无就失去这个慎终追远意义啊！想袂到你伫过我这侪年，竟然比我搁较尊重这风俗。我是正港的台湾人，我是食台湾米大汉的。其实台湾的风俗吼，真迷人，嘛拢真有意义的。所以我唔那是尊重，而且我嘛深信不疑。有听到无？哎，明仔啊，拄好要去拜拜呢。明仔哦。咱阁去清洗一届，吼、哦。搭便器啊，咱嘛拢有清洗，啊，结果毋是拢同款。啊，若是明仔去清洗，阁跋无杯，啊，伊面壁要安怎？还阁囥了啊？啊，看会倒安尼哦。无安尼啦，三哥，既然你讲我是恁小弟派来的，无你就互我代替你的小弟去清洗恁的公妈。啊，反正恁的公妈哦，看到我，会真正把我当作是恁的小弟。就给恁宝贝啊！这敢那欺骗公妈呢？袂用的啦！哎，有影啦！而且哦，若真正安尼做，反正对你有无好影响的。我袂当让你做这款代志啊！啊，不过嘛是已经感谢你这么热心。啊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飞弟，只要三个是过的啦，以后若需要我斗三工，我一定会斗三工。哇，顺续把你药也摕来啊！迄秦博士特别交代哦，讲哦，你要真疼才会当食哦。即摆应该较无遐接疼吧？无法度啦。为着要让我的身体，赶紧恢复正常。
这是我的付出的代价。我刚才让恁想办法甲这款痛共存，其实拄只伫王三河遐。郭向阳听下对无？啊，我有啉调的啦。啊，不过就伫我想要到窃听器的时阵，我身体哦痛到差点仔袂顶袂当。加在我反应紧，紧甲窃听器踢落椅仔脚，才无被王三河发现。辛苦啦，其实啦，我都有在手机啊，拢听到。我看你态度结甲真松懈，咧对付王三虎只老狐狸啊。啊，看你安尼吼，遮疼，搁忍着的嘛要完成任务，就知影讲你要报仇的决心啦。那不是王三虎，我刚需要忍受这款痛苦。你现在有啥改变啊？是毋是王三虎对我讲一句？阮小弟真费力去想着，啊，迄种人咧讲话，你莫放心肝内啦。伊对外人哦、啊，唔捌咧留情面的啦。我唔是因为迄句话啦，当年我确实是真费力啦。为着加多派出所钱，虽然后来我改过啊，我想要变做一番事业，转去见我的爸母，顺便把金花带转去给因看卖者。我想讲。只要我会当改过，我的父母就会欢喜啊！怎知影？千算万算，不如天理为一个。我知啦，拢是个捧钱命啊！啊，若无你嘛袂含家己父母最后一面拢无都见着，你甲金花啊缘分嘛袂断啊！哎，当年你也真正有甲娶，今年来庆祝25周年纪念啊嘞！啊，你若真正有囡仔。那算算嘛，差不多跟彭丽行差不多大汉吧。我的人生的充满无法度弥补的遗憾，拢是因为这个彭启明。我认为哦，那是伊娘嘞。当年你有你上尊敬的大兄放弃，嘛是重要原因之一啦。伊当阵想要改过自新，真不得已才挖苦去彭启明遐。结果为了要保护恁大兄，所以叫彭启明甲你灭口，应该是你心肝内上大的痛，也是上心的工作啊。结果啊，王三虎啊，嘛有影是无情无义啦，竟然用跋无杯做借口，买乎你的新主牌啊，等于夹路，甲你放喺外口的庙的，乎你分评无依无外，一定认为吼，你王家真见笑，还是讲。你改过自新这个心意，也无一定讲无到，你公阿妈知啊。啊，你是讲你要用戴尼克的身份代替王三台登去拜王家祖先？凡说这就是恁弥补遗憾上好机会啊。所以三哥，你嘛认为我这个提议是对的？假使讲你有法度亲身去祭拜恁王家的祖先，这就是你打开心结上好的方法啦。我确实有想要安尼做啊，啊！不过你嘛听到的，我当场就去王三虎记住啦。啊！你是袂记恁的公阿妈囥在倒哟？伊歹，让你去了，家己去啊？家己去？安尼王三虎敢袂去怀疑？唉，王三虎迄人真尔骄傲着啦，伊那认定的代志哦，别人就真歹改变啦。既然伊就认为讲你是。一个甲王三台心都真诚的人，那呢，你就继续利用你的优势，用亲情去感动伊嘛，予伊感觉讲吼，你就是王三台的替身，伊自然啊，就甲这个遗憾的弥补在你的身上。安尼刚好，放心啦，明仔载我甲斗三工，要紧你甲王三虎的关系，只要伊能完全信任你，你就当赶紧进行你的计划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看起来。我想要把勇士集团拿下来，这不是梦想，是真正做会到的。王三虎享受荣华富贵半世人啊，现在吼轮到你啊啦，我跟你斗三工地，王家产业要倒转来你手头，一点也无困难。